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板行，现在为各位分享的是全知的支配者尤格索托斯动态造型。那个姿势一看就知道，一副像是他好像很像蜈蚣的造型，有没有？应该就是蜈蚣，没有错了。有点恶心哎，不会讲来。追啾啾啾啾啾啾，追啾啾啾啾啾。有人说彩蛋是什么？什么彩蛋看不太出来？追啾啾啾啾啾。哦，有彩蛋，各位，我看到了，你再看一次，注意看哦，有没有看到肉点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追啾啾啾啾，没有看到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没有看到。真的吗？真的有亮点吗？你搞个屁！有肉点吗？没有啊，手挡住了。对啊，没有啊，有吗？自配音效，没有啊，挡住了，看不到啊。啊，挡得很好啦，不然这个就变十八禁了。OK 啦哦，好，那以上是这一次全智支配者尤格索托斯，我目前还是没有看到什么彩蛋的分析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，拜拜。